位小朋友，也诸位是老祖宗啊，你们诸位将来是中华民族的老祖宗。这个礼字包括什么呢？礼字啊，简单的讲，就是传播的文化，叫做礼。那三个字这样，不能这样啊！夹菜的时候，他拿筷子是个礼貌，不是这样一把抓。现在我们在中国吃饭的，拿筷子端碗，更不要吃菜拿到嘴里，很不礼貌。吃菜的没有声音的，吃面呢更不要。这更不可以啊！这做什么没有礼貌啊？人谦虚，谦虚，谦虚就是有礼。学问再好，本事再大，对人谦爱、和平，喜欢每一个人，这个有礼了、啊。